们来介绍一下椎间盘突出的一个加强版的动作。做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手插在这个腰，大概就是在腰带的位置。这个腰带的位置就是我们的那个胯骨上缘，胯骨上缘对过来大概就是腰椎第四椎。好，那我们做的时候就是这样左右摇，好，这样左右来回摇个十次，然后再来再往上，大概两指幅的位置上来，再左右摇。这个位置定位起来就是所谓的腰椎第三椎。左右摇完十次之后，我们再往下回到中间，然后再左右摇，好，就是腰椎第四椎的位置，然后再往下两指幅的位置，好，再左右摇。这个就是一个定位点，大概是第五椎，然后中上中下，中上中下，中上中下，中回到中间，这样来回做三次，每一次都来回摇个十次，